新闻头起先来看是像这么恶质，彰化市八卦山区一处乃至园小林山两届哦，好不少林叔偷到这个900包不明物体，个人怀疑是有毒的螺丝会去危害到果树。彰化警方甲环保局目前嘛正伫咧扩大追查来源。已经真偏僻的乃至园乃至树卡，一包一包的肥料袋啊，这不是肥料，拍开一看拢是乌乌，意思是碳晒的废弃物。我们这山的拢有咧做，这拢整理的啊。迄落三月二号啊吼，发现到诶，迄用暗有来倒啊，三月三号啊吼，阮就去报警。各龙讲，伫只种一世人的奶子，头一届拄到这种代志，唔那家己的果园被偷盗，亲戚伫附近的果园嘛被偷盗。除了报案以外，马向立委吴文玲服务处来澄清。接到那个蓝先生的陈请哈，第一时间马上来这个地方查看，发现有这么多的工业的灰渣丢在这个山坡地哈，令人感到非常的愤怒，当然也。呼吁我们政府相关单位尽速来抓这个不法人士，那以免这造成我们的环境污染这样。彰化县环保局讲，这废弃物看起来无亲像是碳塞，是毋是有毒，还阁需要化验。目前彰化警方已经调阅沿路监视器，要将偷倒废弃物的人抓出来。多彰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